然后刚刚花了那么多时间，结果还是随便煮。哎呀，安静。啊，喝咖啡，喝咖啡，全力冲刺到早上。早上要出门啊，现在睡怕睡过头了。游戏很长，明睡眠都基本上不算不充足，但有时候就直接睡13、14个、12个小时。但其实有时还蛮多时候咖啡没什么用。以前在学期间的时候，有时候要熬夜赶什么东西，然后喝咖啡，但还是很想睡。但我现在还好。哦，我要到中午，完了。听到早上之后还要听到中午，而且还可能会到下午一两点。哦，我是下午5点起来的，快24小时，好像也还好。统合参谋本部。然后我觉得 NPC 还是太多智商降低的情况，主角团这边一直都在拯救地球，再怎么样应该也要认为说没有他们的话地球守不住，主角团有恩于这些本部的地球联邦军，但每次只要出一些状况就立刻把矛头指向他们，虽然大多都是以那种什么势力斗争跟内部派系然后来去混淆，但我觉得如果真的惹那个主角团不开心，那主角团他们就不会担心说主角团瞬间就倒戈或者是跑掉，这样没人保护他们啊。地球守护舰说真的也才那几只比较厉害，其他一样都杂鱼啊。主角团这边整几乎每个都是有拯救世界的那个经验的。但大多后面都会来开始打那些就是搞那些地球联邦军本部人的脸嘛。所以就死到临头的时候然后才很惊讶啊。用不着那么惊讶了，本身一开始就做错误的选择。难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勋是谁啊？俄乌军还没有吗 ？X 的时候好像是可以直接，他会可以直接选择那个人物那边，然后点他，他会跑出图鉴。俄乌军好像还没有。刚那个勋，我想看一下他是谁。毕竟我也不是每一代都玩过，我玩过的激战可能只占半数啦，而且大多都是以那种比较就是非本传系列，版权作都可以算本传。我那时候玩像是什么 SC 啊，还有 AC1 系列 AC123 跟那个 PS3 版的没玩过，因为那时候 PS3 没办法双人，然后就觉得有点遗憾。我好像大多都玩那种比较偏外传性质的。等等记录看能不能回主线单看到。
哦，太好了，这样我不是要重开模拟器。我的这个版本模拟器对 AMD 不太好，应该说所有的模拟器对 AMD 都不太友善啊。有很多那种其他人不会遇到的状况，我这边都遇到了。但是如果要我再组一台电脑的话，我依然会选择 AMD。但有可能显卡跟 CPU 基本上也没到影响太多嘛，然后大多那种游戏啊都是跟显卡的优化有关。如果到时候 N 卡加 A 核说不定会比较好。不过我这目前这台也不用换，我预计3年后我这台依然可以 1080p 游戏 1080p 全开，因为我萤幕又不是 2K， FPS 也就60。目前除了《恶灵古堡3》那个，我所有游戏全开都没有影响到效能。话说我后来才发现，那《恶灵古堡3》啊，因为他那时候有一个叫做什么画面的什么细节，然后可以拉很高，我好像拉到一半，然后他就超出我显卡的那个内存。我想说，哇，我的天啊，这个也吃太凶了吧！然后后来想一想，哎，不对，那个拉高可能1080看不出来了，可能要2K 还是4K 才看得出来，可能要 1.5K、2K 以上才会有明显改善。啊，我1080拉那个也没什么用。AMD 以前用过一次又不再用，重开模拟是没差。哦，因为 AMD 用数少，所以很多程式跟软体对 AMD 的优化都不太好。我这组电脑到现在的3.5年，真的非常多不方便啊，真的超多不方便。但是本来我就是蛮常反其道而行，实况3、4年，差不多4年嘛，4年来啊，我很多玩的行动啊，我的行动大多都是比较是我走比较少人在方面，有时候看我玩的时候应该会觉得说，欸，奇怪，这时候怎么会做这个选择，或者是说用这种方式来去玩游戏。我想大多应该也没人看过有人把响戒丢到飞机的齁，我从 OGS11 开始就这样做，然后其他游戏很多也是啦，所以 AMD 很比较少人用，我反而就比较有兴趣。但是真的很煎熬，很多玩游戏的时候，还有那个啦 ，Windows 本身啊，然后还有一些浏览器啊，然后都会不支援，就有些情况，偶尔就是有些情况，一时间让我也讲不出来。但是偶尔就是会遇到，就是其他人可以用，很简单可以搞定的问题，我却要很复杂去处理，像是那个以前的 Flash 那 ADOBE 嘛，然后很多人就说啊，你那个 ADOBE 现在不支援嘛？啊，有些软体 OK， 然后可以去简单开启古早的 Flash 单机游戏。啊，我就照网络上很多的方法，什么 SWF 的开启软体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哦，我下载了好多个，然后甚至有些他跟你说什么前3天免费试用的那些也用过啊，就是不能开。然后最后是直接看到有人用那个 ADB 的软体，然后就是那种可以直接开启的，然后才顺利可以把古早的 Flash 拉开。然后有些古早的游戏啊，有些人可能用那种特别模式可以直接视窗化什么，然后我就没办法，
他就没办法视窗化，所以很麻烦。我这种反其道而行的会不会变成说是反社会啊？君怎么跟这个阿法3的超级系那个雷凤的副驾驶啊，这雷凤副驾驶啊，怎么他跟他搞在一起？我在玩阿法3没有遇到过这个人，还是雷凤路线新增的角色，因为第二次 OG 也是有新增一些角色啊。像以前玩 X 的时候啊，那阿尔拜罗的儿子啊，就只是在背景设定而已。然后这次 OG 他就新增的一个角色，跳主页面可以看看，应该已经有人物图鉴。那等一下我就存档一下。当初把预算都砸下去，现在其实还蛮猛的。那时候看到很多人评测说5700XT跑一些大作都一定会过热，多人还说什么有好像有到七八十度以上，然后好像还有说什么跑一些游戏会到100度，因为我这边实际上跑起来好像都是正常。而且然后另外说一点，那个 WD 的硬碟还真的猛，以前都有遇到一些就突然断电，然后当时就看到整个主机都暗下来，连那个电竞的光芒都暗下来，但是你就可以看到那个 SSD 那个硬碟它会亮着，然后大概过了快两秒它才慢慢暗下来。哇，没电还竟然它才是慢慢像 亮暗下来，没有电欸。我在想说那是不是一种那个断电保护， SSD 的断电保护。以前看很多讨论的时候啊，就传统硬碟跟 SSD 怕断电嘛，然后很容易就会损坏，然后传统硬碟比较硬。班长特别的地方都有屁股下巴，古早的那种画风啊，80年代那时候的少年热血漫画，就那种什么有肌肉胸贵的啊，真的就是有那个屁股出来下巴。他恋爱不行哦，你会 惹怒红太哦。那个翻掌是哪个系列的啊？新角色还是那个外传那一种角色？无限边疆这次有加入一些角色啊，好像有一个戴牛仔帽的，那个好像也是就是无限边疆的角色。哦，有了，光剑皇帝。糟了。这个热血番长流苏在这边，虽然正常来讲应该是没问题，但本质看多的时候呢，会总会觉得说，感觉好像搞个 NTR 啊，网络毒害了我们呐、啊。哎，是吗？好像啊，好像哦，对对对对，无限边疆是那个 ND 才参战。二次 OG 好像是先加入 SEGA 系列的机战，好像是先加入 SEGA 的那个第一座啦，然后 ND 才加入更多。 ND 也是两人小队哦，
希望 ND 不要变成单一驾驶，我比较喜欢有小队功能，没加速的也可以赶路，要不然像以前玩那个阿法外传，阿姆罗不知道为什么阿姆罗他那个移动力就很低，玩过很多代啊 ，New 刚跟 High New 照理来说移动力都非常高，那时候玩阿法外传，阿姆罗移动速度慢到甚至说关卡都打完了，阿姆罗才刚刚到达而已。大家就往前推啊，往前推啊，然后战线直接推到底了，然后关卡结束了，然后阿姆罗才刚好到达那个战线而已。来了，玩铁翻掌。然后雷凤加入也蛮晚的，但雷凤战力有这么强吗？以前玩的时候是觉得还 OK 啊，大雷凤才比较猛吗？好像48话还是49话，大雷凤变双人精神，好像雷凤本身就双人精神了。那个女的好像本来一开始不久就有加入。哦，直接动画显示耶。通常越后面加入的越猛啊。雷凤这么晚加入，让我觉得到时候可能加入会很痛。那这样的话，下一次 OG 要怎么算？本身战力已经够强了，一线机体，到时候换大雷凤的时候，该不会变最强？对，第六回合，第六回合才有那个 G 双界皇帝。哎，我看一下 ，G 第四回合 G 雷门才开始，第六回合那个双界皇帝才出现，然后到后半关，然后他才以合体的身份出来了。之前玩那个 OG 外传的时候，两台一开始是分开的。好，再来一次。果然呢、啊，对对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了，我干嘛重新关掉？我干嘛关掉模拟器？我先这边按 Yes， 然后他说是否要继续，我按 No， 他就回到界面了、啊。武の悪い賭けをする気はない。哎呀，武の悪い賭けは嫌いじゃない。这两个。どうぞ。あらら、見事にジョーカーを引いちゃった。耶，想借吃瘪。难得啊。俺の切り札だ。看那个以前 OGS 到现在，他每次赌都逢赌必赢啊，总算输了、啊。没有啦，因为之前有时候重开是大绝招打敌人，打敌人的时候闪过，然后才要重开。啊，刚刚还没开始行动嘛，我先存档，存档之后然后按退出就行了。我设试点，熏熏好像叫熏嘛。哎，有了。哎，啊，他没有写那个哦，是哪一个系列的 Lion 系统？就他，
刚才跟雷锋有关，可能一样就是在 Alpha 3是以故事背景出现，因为蓝龙系统我知道是那个雷锋，然后雷锋用那个蓝龙系统失控，然后后来我原本以为说那时候玩到40多或 Alpha 3，然后大雷锋要再 buff 嘛，结果我以为是启动莱昂系统，结果不是，是直接用新招式神雷直接自身超越那个莱昂系统。设计图制造的神雷啊，那该不会也不对啊，因为目前雷凤没出现嘛，然后跟那个 DGG3 没有交集啊，就算有的话，如果后来大雷凤新增招式，那一招也是叫神雷，我原本以为说如果雷凤跟这个 DGG3 会有很长时间的对决，然后在可能第三次 OG 嘛，然后到时候大雷凤学到新招式，就是比如说他打败了 DGG3， 或者是 DGG3 为了保护 DGG4 挂掉，然后大雷凤新增招式，然后以 DGG3 的名称取名。我原本以为应该是这样啊，但是 DGG3 ND 没有吗 ？ND 没有 DGG3 啊，那这样的话，斗马跟 DGG3 并没有什么交集，那这样的话到时候要怎么去用啊，因为两个名称一样不可能就单纯撞名啊，很多玩家一定就会开始脑补嘛，万代一定会想办法就是把这个跟或者是把这个一定要套一个关系，而且招式不可能改名，改名的话反响一定很大，我说神雷很好听啊，春田啊，看一下有没有比较不一样的，有哪些人我好奇他的身世。尼尔哈布，好了，你要挂了，真正的身份和过去很多人都不为人知啊，反正你被干掉了。阿尔提沃尔，盖亚守护舰的司令官，七奥，再来了，挂掉了，德布，伊路伊，应该没有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啊，这个。石洞重工社长，那什么时候过啊？好，我们继续了。好，想办法硬干。我先到那个建筑物上面，然后先看一下会不会被打到。零趴，初期敌人全灭的话，很快那个巨人们就会出现了。第八回合以内，而且最越快越好啦，八回合以内要把那量产机打爆，看我能不能两回合把他们干掉。还不拘以防万一，喂，4000多滴呢。阿姨晚安，拜拜，谢谢收看啊，我这边会继续啊。后续都会把它用到 YouTube 上面呢。啊，对哦，像三十画那部分的好像还没上去啊，都有点忘掉了。
密室啊你。你想还有六发。七这样长得还蛮快的耶。烟黑板，现在三个，那用这招好了。啊，对哦，我重新读取，它速度回到预设，能不能直接把这预设改成就是两个，两格下去？嗯 ，GM 这么快吗？他这边攻略是说第二回啊，对对对，第二回合，哎，没有啊，是那个第四回合啊，巨雷门第六回合凯撒，保护地球，哎，满流你记录看一下他什么时候，哎，顽铁班长没出现，哎，攻略上面没写，继续玩吧。看一下距离好了，二到七，两回合真的可以全灭吗？没死。或许应该让红胎被打一下，防开防御啊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红胎防御，防御65，你那个夏英高很多，夏英被打防御应该是，啊，他有立场哦，啊，装甲更低啊，就700。巨雷门战机集中 map。封起来，连红太都打，99%，100%。打一下应该比较紧。100%，99%。有没有努力啊？好应援，安呐，这种可以微调的超棒的。第二次我觉得各方面都超用心的。我靠！竟然还有一个没挂，看一下，哦，弹药书，雷碎炮，
哎呀，是期待呀，废掉了。他这副驾驶没办法用双人精神呐、啊。哎呦，照准值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共享，在那之前他会继承。不是继承，是共享。难怪命中率这么高。那我说 ，Map 竟然可以打到99%。60，他必中吧，36，39，是啊，我以为可以干掉两只啊。哎呀，多瞎！主动打，怎么想也知道不太可能两维全压低啊，除非不吃那个地形，直接加速冲到最中间。武器可能要改，前面气力不够，用欧系的也打不死哦。啊，150啦！好，太极最速瞬间升到最高。打屁呀、啊！是你可以打的。以前欧几外传的时候，他们就很会闪，现在这样子超会闪的啦。OK 的啦，啊，哦，好硬，好硬，好硬，200多哎！还是没死，我的天啊！好，同伴们，把我的脊椎术还来。巨人们，失控了吧？亦或是说，熏那个家伙本身根本就不是制作来拯救地球？因为阿法三以前在玩那个雷锋路线的时候，已经是好几年前，剧情也忘差不多，忘记了当初制作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哪一个啊？满流啊！他落入圈套了，他被拉入了坑了。他看着这个男的，然后非常沉思的，然后开始故意讲这些话。我觉得是这样啊，因为很多漫画都有这样演啊。
啊，这段话结束，我先上厕所一下。哦，所以第四回合是那个啦，我搞错了，巨雷门是第二回合。150 120 113，看一下，回避。82%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先躲过去吧。12%，我觉得撑不住。还有 AP17，吓到，因为我是看那个，我习惯看尾巴，然后我看到 AP17，想说，我看到那个海 B， 然后想说我不是给他塞 AP17嘛，然后想一想，对啊 ，AP17啊，我有看到，强化部件啊，想一下，然后我以为是突 bug， 然后刚刚再想一下，啊对，应该是驾驶员，没错，驾驶员海 B， 就会把他拉下来。铁臂，臂中，来对决吧，到地上去。啊，去厕所一下，我拿开跑动画。噔噔噔噔，不过要等到 ND 的时候啊。这艾克赛恩斯好像有听人讲 ND 才 pop 上去，而且 ND 的时候非常强力。我记得在很久以前的时候有发生过一次，好像是为了什么原因，好像年少的时候有戴手套，然后当时洗手，然后就习惯性的直接洗手，我并没有把它拿下来，然后手套就湿掉了。因为刚刚其实差点是要还没拿，忘记拿下来。反正这几天真的是太冷了，然后三四天前的时候还甚至到7度还8度，这边有些地方甚至直接变5度，超夸张的。哎呀，这哎呦，打快6000哎，有暴击哦。啊，他该不会给我拆开 G 领域吧？这样一眼很快就没了，全部都要一眼的。哎呀。
好，我先看一下。哎呦，没戴手套，那个手感差好多。0%，在这边。0%，斜拆。1-10。哦，还行。那确定是不会被打到。8回合内6级以上，只靠他们三个，我甚至有可能可以直接搞定。对，好像还没看有没有底力。他一眼就这样掉啊掉啊。以前阿法3的时候，机体改满，他不是会有最佳能力吗？你可以选，好像有选，就是护盾直接变零。阿法好像阿法1的时候就有了。但是又不可能说随便那个艾克赛人斯救助者就直接给他改满，而且我有自己去试过，第二次 OG 他并没有那个五段改造的奖励，从力兔开始才有，力万好像没有啊，是力兔的开始才有五段改造。水系连雷锋这边也可以加入啦，太晚了。Cradle Reflop。这整个都市的地下都被他们改造透了。BGM 响起，时代错误。跟那个武神庄公一样，但武神庄公那时候他是有排斥的，嘿嘿，我来看一下他的能力吧。那一种看起来就不像是坦系的，但是如果是以翻掌为原型的话，那些翻掌不都是越打越厉害吗？底力一定有吗？应该有根性吧，底力。大更新，哎，果然有哎，防御174，气力加受创斗真心，
39哦，补给装置，居光术，风连拳，浪飞踢，哈西林是龙骨射连打，5100伤害，不知道后面会不会 pass。碰壁，格斗17还好，主要那个防御吧。等一下，哦，那是补给的图案，自带头带，经验值加装甲上升，命中加34，哎。暴击命中啊，比预想中高一点。契合不拘必中大更新。靠，你快给我后退！好啊。啊，没有体力 ，OK。武器命中，这样子，然后结果，他是入围呢，命中加10，也太惨了。他命中238。80多也还好啊，2好像差1%嘛，算差20也才差10%。1-3，85%，就不拘必中吧。好像我看 YouTube 看到的是，他是拿沙袋。如果这个招式不是的话，那就代表还有更强的。哦，那就这招了，没有再强化。加满应该是7000。哎，好像也还好，7000。该金卡好像改满是7000块10，好像7000还是7300。哦，直接加6哎，但他没铁臂。而且这台应该是他的专有机，不知道红太能不能穿过去。他的脊椎柱39 ，PP 78。哦，孝子自带起虫力，我现在才注意到。Yes。
两台，一二三四五。这招不能用。哦，能不能补自己？就集中吧。等一下，启动还是不行。期待。One。好，给我回避。EK。那边可以再打一台。第五回合，下回合就是和声开伤。万，九千九，一二三，这边再打三台。就是体型压制啊，伤害也太少了。艾克赛恩斯打下去倒是蛮痛的，四千四可以打到六千多。哎，他很硬啊。装甲两千页，哇，比巨盾还高啊！你没铁臂，他没铁臂，一 N 十二，那这样不用担心。哎，别给我离开！能不能回原地？都站好位置了。哦，我要的就是这个，就这个会有那种上下黑边的特别戏剧动画。以前 OGS 跟 OG 外传它是直接大概几秒钟啦，就差不多两三秒或三四秒，然后短暂的，没有太大的动作，但我就是想要这种。三分钟内到达，分钟内。哦，还有 SP 有留着。
通逼。七千七装甲一千一，千二。等一下，一个贴脸，有上几台了。忘记打几台了。老二好像是打三台，两台了，有两台，四台。好硬哦！你说话。能不能合体啊？应该够可以打死那一只，然后另外两台。也可以打到，那顺便帮他加一下气力。烟味不够，哦，太棒了，你打他。没有补给，一烟二十，有人赌赌看能不能打到敌人。九千三，九千多。啊呀！
冲开。他就这样，他就这样直接那个，我按到待机。还有视线有存档，100%呢，不用开几钟。哎，六台了。多打一点是一点。伤害突然变好痛 up， 刚刚好像是在30%、25%，防御25%，那个伊利场比较麻烦。一二三四五，开加速吧，在这边 ，H 100%，20%。这样的话，应该也不用担心到了。他们的移动距离不可能到这边，然后我这边只要走三个就好了。凯撒本身应该也算硬嘛，啊，不硬不硬不硬，才1000多。一到五脾气真的好棒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不是五台以下，也是五台的时候就会增援呢。那我就把它打到剩六台，这台跟这台应该可以收。
又是。四十三九。七。我靠，这也挡得住，就算接了2400，真的会直接打掉立场，伤害减轻1500。命中力回避力所受伤害，所以跟那个伤打出去的伤害无关。鱼雷门装甲才1400，哎，看一下必杀特效，看一下打不打得死吧。哎呀！啊，算了，走吧。不知道他们血量会不会继承？而且我要读取，啊，算了，不读取了。哇，是爱心，心形瞳孔。这边就后半。他一个人应该也是没问题。哎，前场该不会是加奈特吧？英格，然后还有这个。龙胜呢？还有五，要打维达。拉米亚没满，量多吧。
哎，血量一样，那太好了。我这边情况也是跟刚刚一样，5500的凯撒超重伤，哦，装甲1900，还行啊。可以飞的节奏还是空逼，还是空逼啊！啊，英格啊，然后钢铁号，你也没加速哎、欸。也太硬了吧，才1000多啊，连续已经弄死那个啦，120以上，刚刚才注意到，啊，光子步枪是那个2600，我想说伤害也太低，才打1000多。英格尔回避不错哎、欸。我打不到的，
哇靠，10800，比那个龙卷斩剑刀还可怕。格斗186，然后加上格斗加。啊，他没有格斗加。我射击才168。哇，这个对啊，是10800，给五才可以用成这样啊。电动力 level 4，动力也太少了。哦，有了，比较多。参加。在一起，就遭到一个 bug， 他那边明明就显示应该是待机，可是他还是显示，他还是跑出那个剧烈系攻击。千应该不会死，不知道。而且有些人等级真的太低了，预设加入有这么低吗？啊，耳机要没电了哦。啊靠，尽快吧，稍微等我一下，这边46台，后面再加了，这边先给英格加一下，这边58呢，7D 130啊，连续行动可以发动啊。嘿，等我一下啊，你这耳机还是我之前都没注意，它其实那个显示是正常的。要稍等我一下。啊，又来试试看我们的盲杀能力了。哎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在这边。欸，好像用错了。啊，有了有了，盲叉技术越来越好了。应
割60块。钢铁还要怎么办？顺便用一下努力。我记得好像有精神是可以增加两倍的 PP。哦，这个修行，右跟流，流嘛，好像是亮斗这边。这边也没 PC， 入币。20%，集中，这样应该就没问题。剩下两块。边60，应该很快就升了。英格战斗力还蛮强的。我知道也是啊，一到五，对哦，没有特别加那个射程的话，一到五应该没有什么 PC 是直接一到五的。刚刚好，啊，这话顺利啊！
OK， 来看一下那个下一关卡，38话弑神邂逅，武王祭以外的敌人全灭。第4回合我方行动开始，或者是雀王祭、武王祭78以下，就会变更为雀武王两打到剩22000，然后之后再变更胜利条件，击败雀武王。正 HR 是第3回合以内击坠小兵30台，哇！除非一开始就很靠近。哎，雀王机、武王机，一个45000，一个50000，然后之后合体变100000，然后啊，麻烦呢。雀武王打到22000以下会变更为武雀王，但其实也可以多拿一点这个经验值。 Zynga 跟 SX 轰下去直接给他一击必杀啊。对了，刚刚忘记看武他的那个威力是不是也是10800。哎，合体机是两人共通的，我记得以前好像有哪一代合体技的伤害会分开，因为有些人他们射击手或格斗手，然后就会看到说两个人名就合体技，一个人伤害比较高，就武器的那个账面伤害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先存个档吧。边部队边撑，还有还有，有人加斯特跟这个，让丁卡，龙北。枪手 level 6，一个是格斗家 level 5，哇，是42等才5，打到破关不知道能不能到 level 9。level。1 2 3 4 5 6 7 9 level 8，因为如果1的话是加50吗？然后每升2等好像再加50。3 1 3 4 6 7 8 9到 level 9我共加5次，加250，也是一等加50啊，这样是加450。看一下，格斗加 level 5，因为如果这样135的话，是加150。如果每升一等加100的话，原本7100变7400。操，我都忘记他有没有多少了，我要回去第13还是第14话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装备强化附件有什么新的啊。头戴一本烂，我需要那个头带，要140。
带那个这个好了，然后飞龙盖带那个普通头带 SX 大型发电机，看一下龙圣可以 ART。 我以为 ART 是那个念动力才可以带，看来就只有两个人，维雷达不能用吗？其他不能用。哇，来煮一下吧。先这队，然后再来是五。想说有没有人同调，看一下同调，艾克塞林、拉塞尔、夏英，夏英能力太低了，五的能力还比他高，他五同调是怕不他，因为五他本身射击161，要看一下射击骑士啊，然后古铁拉塞尔射击15，那就不用同调吧。强化能力G 凯撒跟 G 雷门，然后还有 G 喷浪，看一下，啊，还是不行。看一下 SX 射击经验值，SX射击已经满了，念动哦，取消，给他杠装，然后念动，OK， 这样子没问题。然后还有哪些可以加上去？员工、妖精力量 S， 哎，对对对对，我都差点忘记了。拉多你要换。请4400，然后推进斗救世主。这台说真的，除了远距离以外，还不如用猛禽，也是射击，还有欧系的。好，那个我们的布雷达就去猛禽。到底这样拆开，
特级167，特级163。没有斗士，龙圣本身是有斗士啊。但是如果用的话，就没办法用五。哎，检索一下，看一下谁有斗志啊？努泰布伊特、雨果、伊鲁姆、龙圣。让我看一下。掩护攻击，延息攻击，艾比斯。那我看一下有没有哪一台可以让艾比斯用过去，然后还蛮强的。艾比斯本身射击，百蛇不行，4000多，的格斗，4000多。其实我现在想一想，好像也除了他本身这个4600以外，好，那我看一下。一攻击，高人五，他没有那个7000突破，伤害没办法太高，然后连七攻击也不行。要重编一下，那就换吧。那个龙圣过去这边，那这样就不用限定五，一定要配那个。这边有斗志，那援护攻击。5500还不错。入围没有错，就是那个古伦加斯特。对，真的是一门学问的。夏恩公主这边是在空中的。员工 level 3，还有员工 level 1。如果最大，目前为止最大化的话，应该就是这边。空 A 路 A。啊，你们两个都不会飞啊！他们两个都不会飞呀、啊！那个傲世神驹的装备把它拆下来，普隆北啊！OK，
也慢。我是想说，好像阿法三不是可以直接整个小队调换？基本上以陆地为主。诶，它可以录，它可以录。因为我觉得这移动的地形适性啊，它都已经是陆 A， 然后结果它既然不能在陆地上移动，但是你把它跟这个可以在陆地上移动，它就变成在陆地了，应该变成说无法出击啊，要这样设定啊，这样设定才比较好。这两个都很近，攻连攻，是攻。不对，他没援护攻击，现在想到要有斗志的边路，真的蛮麻烦的，斗志还要有员工，等一下，他那个连续攻击其实也蛮烂的，他本身就没有吸属性的啊。他本身没有吸属性的啊，也没有 W 啊，没有在连续攻击啊。技能完全就废掉了。最后今天能切气力界限突破250嘛，然后先把那连续攻击换，是雨可雨果伤害不太好，4900，还是这样子吧，只能赌说他们本身要会暴击。那第一队火力就是这样，天上天下一级必杀炮，可以伤害龙卷斩尽刀，原木攻击用和身砍杀被现在的攻击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应该这样，有合体攻击退配合体攻击，他也有原攻。对，他没员工，所以我才把他换下来啊。刚才想到，这样子，本身都去空中。他阿拉德，阿拉德人防。然后第二队。他本身有斗志，
而需要那种高火力，但是本身没有斗志的。天一应该 OK， 但我需要更高，需要更高，而且如果跟他配在一起的话，我又不想用那个加速，但他有同调，格斗167。哎，那赛尔的格斗其实不算太低耶。我记得之前他其实能力值都有点平均，就是平庸哎低下，然后但是防御是最高。还是啊，螺旋桨主剑，螺旋桨主剑。那第二队就用这队，然后需要援护攻击，援攻，援攻，4400，不行，他这用不了。4300跟4000，夏音有人工，夏音要用在这边。嗯，哦，这样要再重配。人物攻击，没问题。用这队好了。4000跟4400，真是有够麻烦的。他这边被第一队拿去了，4700，3-8，1-10，强袭。红掉，亮斗的大绝招好像是格斗，不攻击4600，诶，好像可以哦，霹雳，射击167。算了，等一下，我先吃个东西一下啊！哇，啊不行啊，要到早上了。啊、重点是看到这个就晕眩。那就雨果好了。我配上能在陆地的援护攻击，1-2，然后本身有斗志，本身这边也有斗志，就这队没办法极限输出，因为有斗志在龙神这边。另外有斗志的没有合体技，然后要么就是没有援攻。布利特他也没援攻啊，一如龙胜吃了雨果也被吃。好，第二队暂定这样，4600应该可以啊。因为合体技都在这边，四人合体技，4100，
4600，但是他没员工。这边要用4700是可以啊，但是反而会被他用到，因为他只能一到二，除非换成地狱犬，但地狱犬伤害就变低啊。而且我比较喜欢这个超级系，还用这个的话，艾克赛琳有没有斗志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4900斗志，可是艾比斯也100%。我查一下原物攻击是几%，不知道有没有写。我查一下第二次 OG 原物攻击，OG 掩护攻击。还是圆护哦，不攻击，伤害。像暂时查不到。当持有合体技的双方组队，排除恋爱补正元素，合体攻击有额外20%的伤害补正。如果合体技双方拥有恋爱关系3，组队则额外再增加。啊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耶。伤害计算公式。我来看一下掩护攻击，掩护攻击修正，掩护攻击伤害 0.75， 暴击的话是 1.2 倍 1.5， 所以是 0.9 倍，就算用斗志也是只有 0.9 倍。但如果两个人的话，一个是 1， 一个是 0.75 1.75， 如果两个人都用斗志就是 1.8，实际上这样比较好。嗯，对，这样子比较好。如我、哦、发现他竟然可以入 A， 点点，这样子不是更好吗？冲入水，这样子好像更好。这样的话有斗志，然后又有那个100%的攻击，4600啊，跟他伤害差不多。他格斗17，射击174，比较高一点。命中40，我20，激励，哇，麻烦死了！前两队主力搞定，啊，第三队就随便了，随便了，第三队就随便了。吉耀的话就这队吧，那伊鲁姆啊，第三队。哇，他不能动欸。第三队可以用这个啦，那原物攻击配他们吧。但中间被隔了这个，我就感觉有点被隔开了。冲入水。只是可惜他不能在空中，但有入 A 的话就 不怕啊。其他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？这队可以往前冲，
这五千山，4400，基本上没有其他稍微更高的了。好像这队可以这样用。哎，但感觉英格被拉下去，这样的话，对，还有精神，就对没加速，但空中移动17个，本身应该是够。这对的话，还有加速，艾比斯也有，他本身也有，这对。啊，他两个又重叠了。啊，两个重叠啊，没加速可不好啊。切换一下，劝句。但维雷达本身。也不算是非常高回避啊，没念动力啊，开这样也不行。哎，怎么有装甲上身？给我卸下来！这对要高回避，陆地上高回避的恶心。真伤害不错，哎，对，我以为萨克斯跟阿万会共通，我想多看一下，不是吧，时段改造才4200，加速这边没加速，6格6格，这样子啊，还有加速，还不均勉强应该可以挡。因为这队本来就不需要，哎，不对哦，阿杠需要很快。阿杠需要很快，OK， 他有集中，本身应该有稍微可以挡一下。啊，不完整，但是差不多先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再这样下去，我都觉得我的天哪！我快崩溃了。这样子，哦，强化能力，钢铁号，实弹武器。屏障可以用，免疫，这样跟五再拿一下那个射击，然后跟念动，白金嘎是庄家，
让我再看看 ，EN 能改别的吗？装置。巨盾。这个应该不能重叠哈，我试试看。对，不能重叠。巨盾。重新改，另外一个要用哪一个？运送。末日犬。布利特。上升不需要暴击，主要是再加暴击伤哦，发动率啊，那这样不用斗刺，实际上应该能加的也有限呢，射程。花了多久时间？哇，两个小时！也太那个了吧！不太 OK 呀、啊。经验值，反正打王也是他们收嘛，那我就加经验值吧。那、这对拉托尼跟 Zeola。他们两个是员工，最后来当头，然后用那个加援护攻击。哦有，加多尼有，已经有员工了，这集也满了，子弹，那个是 EM 吗？那也没办法，暴击率已经有了 ，EM， 好像可以用。光速，暴击光。EN 实弹，实弹要给谁？艾比斯。加一啊！
真麻烦啊。接下来还有那个红太，红太是庄家。啊，先这样，叫我先用个东西吃，快不行了。1N349 1N310也那个是消耗烟，好像是100多，应该可以发两发。啊，那接下来就是那个夏英拉多尼。哇，40万。像一焰消耗好像才30-40了，放几下是没问题。要多拉大相机，应该小猎人和真凯撒，呼呼，凯撒风暴。1500-1200，装甲上升300，运动性上升15。EN 十一 EN 够。防御68，其实我觉得它蛮硬的。而且本身装甲是2100，改满的话就2700。金嘎多少？1500而已。而且金嘎防御165，170。巨盾，1750。嗯，接下来我应该就改那个。和珅凯撒，然后之后再预估，但是要留一点资金，到时候金嘎可能要改满。先改五段，满流还蛮猛的。阿米亚1200，存档啊！咦，不知道是肚子热还是怎么样。继续下去，现在都已经快4点了，睡下去一定会超过时间。如果还是2个小时的话，我预计可能顶多再跑一波。原本今天要40话。